当时有民进党还有柯文哲带着太阳花把他挡住了。新北市市民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，切疫苗、切口罩、切快筛。赖清德主席，你有来关心新北市的市民吗？为了选举，几乎天天来，来了二三十次了，还来。你一切只是为选举、为政治而利益的考量，你还是自称是在万里长大，而且是万里的矿工之子。你有来甲阮关心新北市的市民无？你敢来关心选举鸟吗？两岸不但要重启对话、务实交流，两岸在经贸、教育、文化、经济所有的合作，势必要快速的展开。这个两岸服贸协议早在多年前已经提出来，只不过因为当时有民进党还有柯文哲带着太阳花把它挡住了，而影响在两岸所有在经济的交流上的障碍。那最近在推两岸监督条例，也期待赶快给予通过。在对我个人来说，现在的我要坚定自己的步伐，一步一脚印，全力的冲刺，团结所有。所以民进党做不好，下架他，让青年有效力的人来担任这个重责大任。